久前，陈坤和赵薇在电影《致青春》宣传期因微博上零互动，以致两人被传出闹掰的消息。但近日，陈坤转发赵薇的微博，双方关系似乎已经缓和。6月8日，赵薇转发并斥责一条关于吃狗肉的微博，称不忍目睹，违背了佛教信仰。随后，同是佛教徒的陈坤转发此微博，并附和：“又何必呢？”众所周知，陈坤与赵薇是北影表演系同班同学，也是演艺界令人羡慕的一对好朋友。但在名利场，人一红，是非就多了。这次两人微博互动，无疑起到了辟谣的作用。对此，小编也只能说，演艺圈友情难能可贵，让我们珍惜那个白衣飘飘的年代吧。优酷娱乐播报，这里报道。